是爱情电影《台北新教育》。
前十个最高中数学老师，去年联合国学术教育基金所台北谷歌云数位学习的推广跟建制，我们觉得在最高中担任实验研究组组长，是哇，实验研究组，还有阿阳老师啊，这样的自由身份特色，因为我自己在自由教育八年，也看到各种面向的孩子，你这个蛮跳脱的，这个很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接下来我们有四位年轻的同学。是我们人生最美好阶段的这个十七八岁的年纪，我们一一的来请四位同学介绍一下来。是，我是陈涛，我是在永春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然后有幸参加这个活动的。欢迎俊杰哦，他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一年级，好多同学都叫俊杰。好，欢迎两位俊杰同学。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位女生安琪。成立了全国第一届
师或是同学一走进我们的教室当中，他们就发出三个字，学习的，相信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学习的历程，所以只要你的第二，是这种开启你，然后在这方面的一个科学的一个兴趣也好，动机也好，是持续性强的，那么这个主动，为什么我对他对多维的运作方面的东西是这么的？
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老板今天也能感谢到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广播，让老师自己的一个教学上面的一些成就感。那另外行政很重要的帮老师整理一些资源。
下一站，
的圣灵里，在生活中教育的心，在你我的心里，那就有多少重点告诉你，还跟新教育联系联系。Thank you.
学生的考虑很多这个空间的概念。空间概念就是比方我们在做教学，学生毕业他不可能把课本做完全去看到一个立体亮体的背面，绝对不可能。可是戴上了 VR 眼镜，马上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你翻转的背面长什么样，后面如果滚下来展开长什么样，这个就很厉害。那当然，当然还有电脑，电脑我们现在有地球工程系统，像我们前不久英文课的这个方宇老师到了上海教室做了一场观课，那英文老师他是怎么办呢？他用这个电脑的地理系统，他去介绍每一个国家的首都，你看他的一个经济规模，还有这个人这个生活的状况等等，他要学生去对一些贫穷的国家或小孩写一封信和英文，去鼓励他们，或是给政府去跟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去改进，就地缘上来讲，或是旧环境或旧经济，很多学生来发挥很多创意。你特别写，好像我后来知道是他们真的把信寄出去，我不知道。世界各地的手还有啊，是还有啊，就是跟你孩子跟小孩讲说，我们那个电脑大东西，像你们什么类似啊，他们到一大二的时候，到去没打过大东西，还没打过大二的方法，就我们用这类似要去大东西，我们真的台湾大东西真的都技术不错，还是有做的这个大大上，像我们有到基隆。三八场，然后每次看到他说的就很老实动众，然后注意完之后啊去那边也可能天气状况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这个三观也很危险，所以会把这个 MCO 的机枪直接架到地上，学生去就体验那个声音，然后你完全无法知道说你打的打打要领，我想说但是如果通过这样的电脑教官在训练各种的国防科技的专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说，哎，大大的要领是什么？也不是说多好，还是什么？但是知道了这样的技巧之后，到时候去到这个大大场地，马上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大大是这个这么回事。对，未来就是靠他们去保卫国家了。是，我们这个体的经济也会，而且脑海中也是不断的发展到我高中的时候学习的，像这个。解剖，我这个流程还是很开心。我找到大大以后，还觉得你太有了合作力，对整个的肩膀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所以现在完全可以投入这些这个高科技的这些运用，来这个发展学习的模式，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同学们一定每天都很期待上学吧。啊，为什么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学习？那我们天天不同。是的，老师说的那个学习的那个什么。没有参与过动物，因为当时他的手中呢，对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多一些关心，所以就是用电脑系统可以看出我们那个物体的速度，然后除了用电脑系统看这个速度之外，还用那个 AI 的系统去那个去学习听到的接收上面去看出，因为我们有一个地区是在非洲，我们那边可能是战乱，所以就亲身体验到就在。街头上的那个感觉，
基于它的话，我们还可以用它的软体，像是羽球啊、桌球、网球这些，不一定我们随时都会体验到红点，我们都可以在 VR 上去测试。然后还有像校长刚刚提到，我们不断的跟法国有一些交流，在那个 VR 里面还有一些软体，我们可以实际模拟到我们人就在法国巴黎这样的城市，我们坐在办公室，坐在游艇里面，看到整个城市的画面。我觉得不一定每个同学也都会有机会到国外去观光旅游，可是我们在这个 VR 系统里面就能够体验到这样的街道和市场。
这个过程也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是购买商品的概念，所以我说它是一直被时尚的一个证明里面，所以它也是最新的资讯可以分享给我更多的一些日常的民众，所以我在学校里面会做很多部分的一个开放，所以刚才学校所提到的里面我们至少会有两场以上开放国中生可以来预约的采访的时间，那今天我们今天的时间是在五月二十五号礼拜四的下午，跟五月三十一号礼拜五的礼拜四的上午，可以到国中上来，那我给大家来做预约导览。此外，我们其实在今天也办理了非常多场的学校的课题领导，或者是学校的行政主管或老师的一个参与。另外，我们自己还有非常多的国际交流，所以也办了非常多场的外籍不同国家的学生可以来做一些体验。说到国际交流，我们有很多种这个法国经典啊，我们学生的法语叫做必修，其他学校大概都是选修，我们班有必修的法语课，而且还有真正的跟法国学生亲密交流。哎呦，估计快又可以再开一期了。那我们这个跟法国的一个交流，我们现在来听听俊杰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对，就是这个我们不是很不同吧，可是就是会接到的还是法国的学生，他的点面就是他上礼拜还是进入到我们班级上课，然后我们就约他们要不要约他们去训练，然后就说他们因为他不能跟我们的学生在打靶训练，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去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就带他到那个地下教室去进行打靶。他因为小时候就是玩家的枪，就是模拟器而已，然后上面就是真的有那一把，就是真的有枪，然后是可以去做我们是他的射击的练习这样子。他说我们他很希望说在他的给他们部署装设备，让他们能去参与去玩。我也想和国际交流，那我知道天俊呢，但是主动的要把他俩老师的助手主动的学习，好像也参与了法国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这个部分，你们两个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在听到他们说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其实他们说的是不断在推动法国的交流，然后在这两天也参加了我们学校跟有地方的姐妹校跟地方姐妹校的交流。我觉得其实我们跟西方国家的文化差距其实蛮大的，那在这个他在交流过程里面，我们这些住到学生的家里面，我们就可以很快速地体验到当地的文化，还有他们的生活的心态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去之前很难想象到的，所以真的是很棒的机会。在这个年纪就有这个机会拓展视野，我真的是感谢市长提到父母的栽培了。阿贝人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经验，比如什么样的文化差异带给你什么震撼啊之类的？我在法国的我自由餐就是早餐的这饮食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对不对？食衣住行娱乐，民以食为天嘛，哦。好的，那我知道这个几名同学好像在寒假的营队，你别人都报不上，哇，你这个强烈的前提，这个寒假的营队好像也非常的特别。上面的这个建构，单单靠这个产品而已。
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校长啊，多哈，下次的话呢，就可能会跟我们的校长。
在新课纲在明年就要正式启动。那新课纲其实很强调两件事，一个就是跨领域的教学，一个是素养教材跟评量。那跨领域教学就是期盼要同学别人偏偏短短写课写量，就是我们要专门学习东西的学习。至于说我们这个素养的导向教材才更重要，让学生可以符合未来现实的这个能力。所以啊，透过像刚刚说上海的教学基地的计划，我想未来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成效，可以提高老师教学的绩效，跟家长相信我们教学，最后未来靠教育的成效。基于这成效，我想我们老师一定要继续努力练习的做下去。是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市教育局张远飞校长、阿阳老师，还有我们的军械同学、天庭同学以及同学。